下啦。你说公主女儿请上车。上车啦。公主女儿请上车。公主女儿请上车。你怎么办？爸爸开走了。你走就走，耳朵就啰嗦嗦。这次见到谁最漂亮？公主弟弟请上车。FB 账号 Kitty's Diary 日前分享一段他与爸爸的互动影片，影片中爸爸开车载元坡出门，途中元坡下车去买东西，但是当买完要上车时，他却要求爸爸说公主女儿请上车，只见爸爸当场拒绝，甚至开车走人，让元坡当场愣在原地。搞笑的一幕也让网友笑喷，真的会被爸爸笑死。我刚刚打一个电话，我不接，可能去哪里？喝下午茶了。你们跟谁去了？你长得怪。有我漂亮？有啦。有，再说一次。我的公子最漂亮。可以，我下次买个东西，你要买什么？不爱啦，给你留啦。坐车啦。你说公主女儿请上车。上车啦。公主女儿请上车。公主女儿请上车啦。你怎么办？爸爸开走了。走就走，耳朵啰嗦嗦。这次见到谁最漂亮？公主弟弟请上车。你这老黄颠哦？一包了，你别老黄颠。